好期待，好期待。我想说搭上来之后就可以看到整个橘色的房子，然后没想到只有在刚刚搭的途中有看到，然后现在就什么都没有。我还想说什么这么便宜就可以搭上来，然后就可以看到，然后好像要再往前走去另外一个瞭望台，我再看看吧，看要不要花钱上去，因为其实刚刚也有搭缆车的时候有录到了，再看看吧。这个就是要付钱的瞭望台。我刚听到一个路过的讲中文的人说好像200多块，所以我就不打算上去。然后我现在想说走看别条路走出去看会怎么样。小房子太近了，从小房子变成大房子了。嗨大家，没想到我后来可以用不用花钱的方式，然后还是可以拍到后面很多很可爱的小房子，觉得很开心，而且这边很多人在拍照，觉得很有趣。这边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哎，反正大家就来这边之后多走走看路，然后你们就会找到这种很漂亮的地方，后面都超漂亮，就是都是房子。然后其实我不知道我刚拍的照片好不好看，但是就是试试看，对啊，因为我请路人帮我拍，然后到时候来看一下怎么样。因为我刚不知道怎么样，那个没办法直接传到手机里，所以我要回去用电脑看。期待。其实现在已经6点了，然后我这样回去还要半个小时，应该要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。所以我刚看到一个博物馆，感觉很好奇，想过去看，但是碍于时间关系，我不想要太晚回去，因为我觉得我住的那边比较空一点，所以希望可以早一点回去就早点回去，一回去还可以吃牛肉，所以现在就找路回去。现在转车刚下来，立刻接着的车就来了。